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，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。面对面看着每次假装真诚，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。你们会这样吗？心丢被天